现在是万事俱备，现在是你一马当先，只有那个叫孙权的票数还紧紧跟在后面。你是做还是不做？不做。他们先跳了芭蕾，已经先声夺人，我们再跳岂不是？你不会是让我们表演上网吧？咱们跳这个吧。宣布这个评选暂时终止，评委会将做出评议。不，你看观众反应多热烈。你赢。我怎么？你懂不懂艺术？我不懂。你不懂还不听我的？可你也要听观众的反应嘛。我不管。那么喜欢孙权的节目，生逢败俗就是不行啊。哎呀，哎，这个事情不好办，不好办呐、啊。他脚踩两只船，给我添麻烦嘛。麻烦现在是伤风败俗，伤风败俗你知道吧？像这样的学生，我建议学校马上给他记过处分。这是艺术吗？啊，你懂不懂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这根本就没什么艺术感可言。什么是艺术？什么是修养？什么是艺术修养？张老师干什么？张老师，你讲啊讲啊讲啊，你不要再给我上课了。外面的学生就喜欢这个样子哦，他们喜欢，这叫人心不古。现在社会风气太差太差，你作为老师应该有责任。你要顺应民意，就叫他当选好了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样子啊！但是我们是要去追求，执着的追求艺术之美感，知道吗？像这样伤风败俗的学生，怎么能够代表学校之形象呢？跳舞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嘛，我就蛮喜欢的嘛。我有一个建议，你说那个小乔公子他的心意，我们谁能搞清楚啊？啊，一个是青梅竹马，一个是一见钟情，行吗？张老师。张老师，我看这样好了，我们凭自己的良心，凭老师，凭评委的良心，我们把结果写在自己的手上。嗯，我看对你这种牛啊，牛啊，你是一头笨牛啊，我对你没法说，没法说啊。张老师，张老师，喊什么喊？我告诉你，现在是后现代艺术，就是没有办法理解。你就是没有办法理解，没有办法沟通啊！按照你的说法，我们把结果写在手上，好吧？来，但是我有个条件，我们俩背靠背，我喊 one two three four， 打开，打开， one two three four， 什么呀？你在划拳呐？你在猜拳呐？一二三，给。在这里，我宣布，通过激烈的讨论，第五届校园青春形象大使的结果是。太好了。
孙权，恭喜你，你做到了。这个，现在我们有请我们这一届校园青春形象大使的主要赞助人，这个三国皮皮羽绒被有限公司的这个董事长公孙瓒先生上台，为获奖的选手颁发奖杯。获得一等奖的选手奖励十床皮皮牌羽绒被，前十名的选手每人两床皮皮牌的棉被。所有入围的决赛选手每人皮皮牌的棉花胎一床。花以后是这种奖励的话，我宁愿当时力挺曹操。哎，孙权，你怎么乱说呀？虽然吧发的是被子，可是你是名正言顺的校花啊，以后我们几个就成了校花的室友了。孙权，赶紧把这五床被子给处理掉，我可不想被这五床被子给呛死。嗯，就是太沉了，累死我了。你们要处理就处理个眼吧。哎，你说这个张昭也是的啊，说什么奖被子杯子，我想着怎么也是个同志奖杯，哪想到是奖这么多床被子，太实在了。哎，太诗词，你不要胡说啊。怎么说我们孙权也是官方钦点的校花了，以后走在学校的路上那就是学校最知名的人物啊，多牛啊。哎，孙权，是你最后时刻真情流露帮你赢了曹操啊。哎，我那是太气不过了，他们竟敢用咱们辛苦排练的小天鹅，所以我才……哎呀，无所谓了，反正你是赢了曹操了嘛。孙权孙权爱意拳拳，孙权孙权爱意拳拳。在这里我想说感谢 CCTV，感谢 MV， 感谢 Channel V， 感谢那么多 V， 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，因为没有你们就没有我。还要感谢四个姐妹在大冬天穿成这样为我伴舞，还要感谢楼下宿管员阿姨、打扫卫生的阿叔和校门口卖臭豆腐的阿旺。哎，孙大姐，你还不请客吗你？请客？可是好像一般都是粉丝给偶像送礼物吧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，就是长得特漂亮的那女孩杨紫，她粉丝还给她送肯德基呢。哎呀，人家那是偶像呕吐对象，俺们这实在513请示，请不请客？就是值得请客吗？请客吗？是不是请客请客请客？那好吧，你们想吃什么？嗯，就去去年的那个华容城的火锅城吧，那里的肉管够。我觉得那儿不错，离学校很近，能吃好多好多海鲜呢。哎，你们不会就这种档次吧？哎，你不请我们吃个日本料理啥的？我现在也就想吃个刺身什么的。我说各位大姐，我请客就已经很不容易了，还在这挑三拣四的。你们知道吗？自助火锅5块钱一位呢，知足吧你们啊。那也行吧，那咱们准备走吧。哼，还真好打发哦。恭喜你啊。关键就在这个哑哭上面，你想取下来对不对啊？对对，一定要取下来吗？太对了，这不是很好看吗？啊，
周星驰不也这个样子吗？比金部长好看啊。这个不太合适啊。这个也不太合适啊。这个好。哎，我拜托你嘴巴张大一点好不好啊？你嘴可不可以张大一点？哎，作为一个病人，你应该配合一下大夫。我用钳子帮你加牙箍，我要把钳子放到你嘴巴里头去。如果你嘴巴不够大，我的钳子哪个能放进去噻？我尽力了。再加把劲儿好不好？年轻人应该勇于挑战自我。换一种方式吧。妹妹，你错穿头。哥哥，哥哥，我岸上走啊。先生当有有啊呀，妹妹你不转头。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不配合的病人。我干不了了，你靠我，你去找麻雀给你爸爸啊。医生，医生，神医呀。师兄在澳洲还好吗？我可没别的意思啊。应该还好吧，我很快就过去找他。谢谢你啊。谢我？哎呦，都已经这么久了，不用说谢了，倒是这次我该好好谢谢你。别这么说，我也没有帮好忙。哎，你已经帮了我不少忙了。我说啊，这谁都没有料到，哎，只能说出了意外。不过老子说过，福兮祸之所伏，祸兮福之所倚。小乔啊，已经答应今天晚上和我一起吃饭了。是真的吗？对啊。好消息呀。哎，既然看准了，那就事不宜迟，今天晚上就一刀把他拿下，让那个孙权空欢喜一场。他可没有空欢喜，他还拿了好几床被子呢。他学富八斗，才高五车，但是宅心仁厚。他低调，但是受千万校花敬仰。他可以把萝卜烧成人参，把肥肠烧成海参。萝卜肥肠洗不干净，他也可以烧成给兔子的汤。他究竟是神仙的化身还是地狱的使者，没人知道。但是可以肯定，每个人都给他一个称号：食神。老板，别做广告了，赶紧上菜吧你。哎，你们说咱们今天算不算大获全胜？哎，当然算了。我们有多少个方面都高出曹操他们一筹啊。曹操也不过如此嘛，就是长得比我漂亮一点。不过说实话，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我也希望我能变得稍微漂亮一点，即使蠢一点也没关系嘛。你傻呀，我告诉你，漂亮的本质是聪明。哦，你说的真对啊。当然了。不过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是夸我还是骂我呀？我
我的意思当然是夸你又聪明又漂亮喽，是吗？当然嘞，你现在是堂堂的校花，你这么说我又聪明又漂亮，我哪会信呢？这要是周瑜说嘛，我也就信了，他确实比我差那么一点点。呸！啊，我比你差？哎，侬迭个人是不是另外清桑啊？我德智体美劳哪一点比你差？哎，你们评评理，评评理呀、啊！你本来就哪一点都比我差。呸！不错，你说。我不说，我不参加你们这种话题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哎，我说我们别老说了，咱们今天吃的可是自助火锅，咱得把花的钱都吃回来。来来来，走一个走一个。今天为了庆祝孙权当选校花，以后我们就有好吃的啦。这位真高兴啊，俺只要能解馋就行，不行俺还得吃，俺再去拿点吃的。哎，太师子太师子，你坐着吧，还是我去拿吧。哎，咱们山里的东西吃的挺多的了，应该吃点海里的东西。你们谁跟黄盖去拿点海里的东西？鲁肃，你去。嗯嗯，遵命，我去拿点吃的来。拿点哦。哎，知道了。哦，是啊。您快啊！来来来呀！好多东西呢。自助自助。哎呦，黄盖啊，你是属兔子的，怎么全是草啊？这怎么了？我想着我们吃了那么多的荤菜，等会儿要晕菜的，所以来点荤素搭配嘛。出钱的，你拿肉啊，你拿那么多青菜，你不瞎拿吗你？真是的。哼，你们不吃，我自己吃。哎，你们这样做也太不环保了。我告诉你，浪费才不环保呢。我们打算先吃到肚子里，转化成能量，再转化成努力学习和努力恋爱的能量，这才叫环保，懂吗？哎，小花，听你这么说，我忽然觉得茅塞顿开哦。哎，是茅塞顿开吧？哎，我们吃完了不就是茅塞顿开了吗？不行，还是得多吃点肉。俺再去找找。哎，太史慈，多拿点值钱有营养的啊！哎，快去。周瑜，你干嘛呀？嗯，你不就比我差一点点吗？嘿，你先向我挑衅的。哎呀，你骗我！我什么时候向你挑衅了？你怎么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啊？我说的是事实。你怎么不照照你自己啊你？哎，好了好了，你真是好了，喝吧。孙权，来来来，激动请客，大家使劲吃肉、哦、来。同志们，哇，我把老板的箱子底儿都扛回来了，全部都是海鲜。今天我请大家吃海鲜来，哎，吃海鲜啦，全部上来！哇！耶！各位同学，对本店的服务还满意吗？如果不满意的话，可以尽管说。嗯，错误吧，吃得过去，这没什么事儿，您先走吧。等会儿，老板娘，你菜做的也太差了吧？首先，这个凉拌面的汤比宽汤面的汤还要多，到底是想让我们吃面，还是要我们喝汤呢？对不起，那是东隔壁的火锅店。还有那鱼丸，根本就没有一点点的鱼味啊！但是你为了掩饰，所以在里面加了麻辣，想把它做成麻辣鱼丸。但你这么做实在是太缺了，因为你煮的时间不够，所以麻辣的味道都留在表面上，根本就没有深入进去。泡了汤，又把它融化了。一个好好的麻辣鱼丸，让你做的既没鱼味又没有人味，失败。对不起，那是西隔壁的火锅店。你的萝卜没削皮儿太老，失败。对不起，那是后隔壁的火锅店。还有，你的羊头煮成了猪头，失败。你的猪血成了血浆，可以直接送到虎牢关御宴用了，更是失败中的失败。最惨的就是大肠了，根本就没有洗干净，里面还有坨屎啊！大姐，有没有搞错呀？对不起，那是前隔壁的火锅店。哎，黄盖。对不起各位小姐，本小店要关门了，哪位把单买了？大姐，你有没有看过哪家火锅店这么早关门？
再说了，我们每个人5元人民币的自助火锅钱不早已付给你了吗？而且你看看，根本吃不饱嘛。不是，实在是本小店的厕所坏了，所以请各位谅解。厕所坏了？哎呀，校花就是校花，一笑倾人国，二笑倾人城，三笑倾人火锅店呢。我们撤吧，走。他是怎么走了？走。开灯。小乔，其实我真的不在乎这次的结果。不过，校园生活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。现在竞争多激烈啊，光凭真本事真的挺难的。我就是希望能多一些机会，有些机会失去了真的很可惜。你刚进学校还有好多事情你都不懂。我觉得你真的没有必要太在意今天的比赛结果，我觉得你已经很成功了。你在全校的同学面前展示了你的美丽，你的风采，这样还不够吗？有的时候结果跟预想相违背时，也许过程才是最美的。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，我其实并不在意结果，我就觉得我努力的付出但是没有得到别人的承认。我是一个自信的人，自信的人是不容许自己失败的。可是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有的时候放下比执着更难做到，但是人学会了放下，也就是完成了自己对自己的飞跃。我希望曹操学姐你还是那个优秀的你，美丽的你。你真的是这么想的？跟你聊了这么多，真的，我觉得现在心情好多了。孙权，虽然你今天是勇夺了校花，但是啊，曹操对小乔的狼子野心已经路人皆知了，你打算用什么对策呢？大姐，曹操对小乔有野心，我干嘛用什么对策啊？真是，我可对那种人没有想法。再说了，像小乔那种人，想着他干嘛？犹如我校花的身份。哎，孙权他是嘴巴硬，你想，小乔这样温柔情怀的摔锅，他怎么敢不给你校花面子？你们这是咸吃萝卜淡操心。人家孙权现在是什么？现在是校花，还怕小乔不乖乖投降？哎，管他是狼子野心还是司马昭之心呢，反正我现在对他没有什么想法。哎呀，孙权，不要生气嘛。我们呢，只是想研究一下你与小乔之间的微妙的感情。哦，吃那么多还塞不住你的嘴，真是。小乔在你的心里是不是充满了问号，还是惊叹号？你的脑袋里是不是充满了句号？拜托，大姐，他只是我从小认识的一个人，而且是一个弱智儿童。反正我现在越来越讨厌他了。我跟你说，爱上一个让你讨厌的人，这种感情才是最要命的。我怎么可能爱上一个我讨厌的白痴啊？可不可以给一个理由先啊？爱上一个人需要理由吗？不需要吗？需要吗？不需要吗？这俺只不过跟你研究一下一个小小问题。不要那么认真嘛。前天夜里你喊小乔的名字784次，昨天夜里你喊了小乔的名字785次，比前天还多一次呢。这么多。你们快看，小乔和曹操竟然在这个三福饭店里订酒当歌，太不像话了。走走，看看去。人家吃饭呢，进去干嘛？他们的哪儿是吃饭呀，简直是挖你墙角。你还不好意思，我都看不过去了。你怕啥呢？有俺们在，一起去。咱们这么多人一起去，那摆明是欺负人家嘛。那你自己去，我在这儿等你。我自己干嘛去？我孙权，你
到底还要不要小乔啊？你要是不要，我可就上了，总不能便宜那个曹操吧？哎呀，也不能便宜那个黄盖啊，还是你自己去吧，我们走，走啊！哎呀，走走走走。嗯嗯，本店最新推出了翻天覆地情侣金银套餐，我这还有点时间给你们说一下孔子和耶稣说过的初恋无限美，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个题材，再加上高贵的材料，每餐只需要99.99元。哇，很有创意耶！还送你印花一枚，集齐5个印花，再加上99.99元，就能得到骨头项链坠子一条。这个坠子有黄色的吗？这个坠子有我们老板开过光的啊，开过光的，对情侣有妙不可言的功效。是真的吗？再加上吃饱喝足，如诸天意呀！看清楚了，谁和谁是情侣啊？你们吃饭吧。吃饭，喝酒。来，我们继续玩啊。两只小蜜蜂呀，飞到花丛中呀，飞呀。哎呀，这么巧，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们。嗨嗨嗨，真的很巧，在这里碰到你们。这么晚都还没吃饭？你们不也这么晚吗？既然这么巧，那怎么办呢？要不然一起吃？哎，品种，品种，服务员，快点！请点菜。我不点，你点吧。你点吧。还是你点吧，我不知道他们爱吃什么呀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还是曹操学姐你点吧。孙权学妹，还是你点吧。不要客气了，还是你点吧。我从来都不吃夜宵的，我这么魔鬼的身材。曹操学姐真会开玩笑，这是晚餐呢。啊，是吗？对于你来说是晚餐，对于我来说是夜宵，吃下去的话对身材可不好。怪不得你身材那么想来曹操拥有倾国倾城之如花娇颜，一抬头能修走大雁，一低眉就下垂小鱼，要是生在古代就是那祸国殃民的妲己。不对不对，要是生在古代就是大唐盛世的杨贵妃。哦，不对，怎么老想着自己是红颜祸水啊？不管了，总之就你这种小丫头片子，来一个我灭一个，来两个我灭一双，管你是麻将扑克桥牌桌球，我都赢定了，看你怎么和我抢。看她眼媚如桃花，唇薄如樱桃，此乃典型的妖女之相，其媚气之足，妖气之重，不容相窥。但是仔细看来，姑舅的胸比我大一点，腿比我长一点，腰嘛比我细点，屁股呢还比我挺点，其他也没有什么比我强的嘛。哼，长得如此艳丽，小乔的品味还真是差呢。我点，给我来一份小肠、大肠、盲肠、肥肠、羊肠、牛肠、蛇肠、鸟肠、玉米肠、火腿肠、筷子肠，让我随便的吃多少，二十度蒸啊，加大米，吃那么小油呀，肠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大家都停一下，孙权学妹啊，我想问你一个小问题。好啊，曹操学姐您请讲。黑猫是白的，白猫是黑的，请问熊猫是什么颜色的？你还真是考倒了我呀。是什么颜色的？
大家都以为熊猫是熊色的，其实熊猫是猫猫色的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那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。美国自由女神像手里有两样东西，一件是高举的火炬，一件是胸前的书本，你猜猜看是什么寓意？大姐，你饶了我吧。饶了你可以啊，不过哦，喝酒。干。嘛，就是停电了，也要用功读书啊！你没有想到吧？我还真的没有想到是这个答案呢！厉害厉害厉害！哎呀，光喝酒实在是缺少情趣啊！我觉得我们要不来一点更加有意义和积极向上的娱乐？好啊好啊，你是想选择麻将、扑克牌、九桌球这四个哪个大好有为娱乐游戏的项目嘞？麻将，奉陪。哎呀，哎呀，考一百分没有什么呀，其实考了100分呢。你，哎呀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不服不服，哎，拿走拿走，你也去考啊！来来来来，哎，你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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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儿！我这是干什么呢？哎，有没有钱呀？人家要报补习班和买参考书。哎，这儿。行不行？啊，什么嘛，就这么一点钱。哎呀，就你这智商啊，补习也没用。哎，我有钱了，大家一起报名啊！来来来。哎，你是不是作弊了？怎么会考到100分的？哎，我的天资就是那么高，你们妒忌吧，妒忌吧。才没有呢，谁呀？我的智商就是有那么高啊，有什么办法？诸位同学。走开呀！没空没空了。哎呀，人家不及格了，伯虎。我除了统计学考了满分之外，英语还考95分呢。伯虎给俺，伯虎给俺，是不是很厉害呀？嘿嘿，俺要肉。老听你吹牛。是吗？当然有了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拿了优秀奖学金。哎呀，你还拿你怎么能拿奖学金呢？太油腻了，给俺擦擦手。这些没问题啦，只要你是去学习。学习呀，在我这儿呢。行行行，周星驰收藏全记录。你们几个呀？是谁？是你们谁？哎呀，就让我们垫垫桌子嘛，这么小气啊！你把我们家的学习都捣乱了啦！可是不要这样子，去一边学习嘛！哎呀，你们看这……哎呀，不好小说，感兴趣。我的写真集，我在想让我出版我的学习心得。我的写真集呀！这个桌子不平的，所以我就拿了一本来垫了。我擦擦油。你要是乖的话呢，我可以出钱帮你在外国那边报个雅思班喽，好不好？乖乖的啊，一边看书去，看一边看书去啊！别烦我。外国是不是很远呀、啊？这个班是不是包食宿的呀？哎，说的是啊，包食宿是摆在桌上钱的。哎，我的百鸟朝凤图，何故连鸟头都没有了？哎呀，相公你可真啰嗦呀！人家的妖姬没有了，借用的小鸟用一下不行吗？对呀、啊，要不然这个放在这里也没有用的。对呀，快出去关点吧！真是的，哎呀，该学习了。你呀，快点，快点啊！快点吧。血比较帅一些、啊，伯伯，你要是再流血的话就不帅了。哎呦，啊，对啊，不吐血的样子好帅哦。哇，就这样很好了，好了，保持哦。来来来，我们继续继续啊。来来来来来。想跟我比，没戏。哎。
不能再喝了，再喝就要进医院了。难道他要……我还没准备好。还好还好，总算恢复了几分风采。小乔，我还要喝。小乔，酒什么时候到？我刚才要的二锅头，他怎么还没送过来啊？你帮我去催一下。孙权喝多了，你们负责送他回去啊，我就先送曹操了啊。哎呀，我怎么觉得头那么疼啊？走了走了。哎，走了走了，我们也回去。哎，照顾好孙权啊。孙权，走吧。酒呢？走了啊，走了。走了。你们谁买单？什么啊？买单。我买，我买，我买。我有的是钱，拿去。这你们到底谁买单？我买。好，快坐下，快坐下啊！二锅头呢？酒呢？孙权他们不是我的对手，我全把他们都喝趴下。别喝了！再给我来一杯酒。小乔，别喝了，别喝了。小乔，你快回来！你快回来，把你的钱包留下来！你快回来，这价格我满城收不来！你快回来，快给我们把账单买过来！你不在，俺们的心空如大海。买单！我怎么总觉得脑袋有点晕？赶快回去休息，曹操。能听清楚我现在说的话吗？小乔。哎，快快快快，我还要再喝。哎，不能再喝了，趴下，赶快回去休息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去付账，一会儿过来接你，你自己不要乱跑啊。好的。你要给我买二锅头，其他的酒我不要。哎呦，非要跟孙权 PK。 哎呀，我今天答应你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别乱跑啊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去便利店买内裤了。哎呦，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你赶快把他送回女生宿舍。哎，快快快，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我没干什么。没干什么？你们俩干什么呢？到底在干什么？买酒啊。没干什么。现在干什么呢？我也先不跟你说了，以后再跟你解释。现在你先把他呢送回女生宿舍。送回女生宿舍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啊，他喝多了。喝多了啊？怎么会喝多了呢？他住女生寝室几零几啊？棋馆205吧。你照什么照啊？这么黑的天你看得见吗？你管我，真是的。快快快快，送过去啊。送过去。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好了。你怎么还不去买酒啊？我，你不是说了吗？我不是小乔。小乔去，小乔去买单了。好了，咱们走吧，走吧。哎，别坐这儿，别坐这儿啊，这容易感冒。我明明带钱了，怎么没有啊？哎，小乔来了。你们可以走了。要不要我背你啊？你干嘛回来找我？你不是去送曹操学姐了吗？我回来结账啊。你这个糊涂鬼，出来喝酒也不带钱。喂，账本来就是你该结的，好不好？我看你是跟曹操玩小蜜蜂玩疯了吧。哎，走了走了走了，走走走走，我自己能走。走。没事，小乔，你怎么还不去给我买酒啊？买什么酒啊？你都喝多了。走吧走吧，咱们回去吧啊，这里睡容易着凉的。哎呀，别闹了，我头好痛的。把肩膀借给我看一下。啊，好舒服。哎呦，我头好痛啊。你睡吧。你知道我喜欢你。喜欢我吗？小乔，我恨你万年。玫瑰，这成什么体统啊？这可是一个堂堂的大学，怎么能胡来？别动，
有杀气。